台南新学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重要的神学教育机构，这些年来培养很多教会传道者、教会音乐的服侍人员以及社会机构的工作者，来帮助台湾教会和社会建设台湾，成为一个充满上帝爱和公义的所在。新学院跟一般的大学是不一样，所以伊真注重迄个灵性的教育，吼，灵性的养成啦，吼，以及啊关怀咱的社会这方面，哇不得了，啊，有的同学啊出国留学，啊，有的咧读博士班，吼，好，啊，咱嘛咧吼，感觉足欢喜的，哇，新的时代搁伫要出来。1865年，英国长老教会马雅国医师来到台湾传教。1869年，伫个台南开办传道者速成班，然后在台南和高雄之后分别成立传道者养成班。1876年，两地合并创办了台南大学新学校。第一任校长是巴克勒牧师，当时师生13名，是新学院诞生的开始，也是台湾历史上第一间西式的大学。啊，总是到家1940年，迄个时阵是日本殖民台湾。迄时阵有爆发这个太平洋的战争，啊，太平洋的战争的时候，迄个时阵日本政府对台南新学院真济要求，台南新学院就是有一句话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就是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这款精神，所以伫1940年将它关起来，关到1948年，这是为着啊一个信仰啊一个要紧，咱的坚持，所以将它关八年久。经过真侪年来弯弯的日子，1948年南部大会全体议员一致通过复校，变更校名台南新学院。黄宗辉牧师担任院长，然后真侪年来承台湾国教会、母会以及海外机构的扶持，扩建了礼拜堂、图书馆、办公室、师生宿舍等等。慢慢成就古典美观的建筑。当时建楼，你会当想象台湾的社会，也是讲教会，吼，拢因为战争的关系，经济状况无介好势。咱用一句中国话讲，叫做百废待举，吼。啊，加在即个中医牧师用伊的关系，啊，有即款的国际的即个基金的挹注。啊，所以咱会当今仔日即个规模，啊，予咱伫即个日后吼，即个新学教育的兴办会当阁继续啊来进行啊。因为有各界关心关注，学院陆续兴建各栋院所，并开设新学学制以及硕士班、博士班。如今各项教育软硬体更加完备，正做台湾上重要。而且通过政府立案的新学机构代表。因为阮唔单单是一间教育部立案的大学呐，定更加重要的是，阮是一间信仰团体的大学。啊，阮会使伫老师的厝内，啊，大家做伙来食饭，来用餐交谊，啊，做伙来分享阮伫啊信仰啊，伫课程啊，伫学习啊，甚至是伫上个生活，所有的代志拢会使来彼此来讨论。耶稣基督伊嘛是用这款啊道成肉体来伫这个世间。所以台南新学院伊就是要教遮个学生，嘛用这个新学要注重啊，伫道成肉体，定根伫本土，关心社会、人民啊，甲公益。所以这是遮个新学教育真要紧的一个特色。新学院邀请各项专家师资，包括基础基督教育、礼拜讲道、精神医学、桌面上新学、婚姻协谈。创伤辅导、合唱演奏、人类行为甲社会环境等等的教授，而且看重台湾语言文学的教育，成立南新网络频道，呼应时代需求，嘛定期举办校友会、音乐感恩节、讲座、球类联谊等等。每年的圣诞餐会，各地志工、师生家属登来到学院。是大家庭团圆的时阵。Yeah!
学校的校风非常的自由，但是在这个自由当中，就是包含着自律，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自由当中可以管束好自己。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学校是非常多元文化的一个学校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多元当中，也可以看见彼此相爱这样。有的教授其实因给我的感觉，并不是一个老师，更加像的是一个厝内面的四大人，因为伊关心阮的生活，而且伊伫每一件代志拢会当用更加坚定，然后是看更加远的一个眼光来带领阮伫遮的学习。透过台南新学院的培养，长久以来进入教会牧会的牧者，充满台湾各地，真侪福音推动以及社会关怀工作的重要关键。落实在地新学教育，牧会的过程中间，我对六甲啊到关庙的信奉，到今麦来到伫后甲教会，我想我就是保持着这款，免啊新学，免啊落实伫在地化，免啊教会，免啊行出伫社区。伫学校，阮都拢有迄个小组。啊，同学中间都要彼此照顾，互相帮衬，互大人伫读册、伫生活拢会当真顺遂。所以伫教会伊原是安尼，将迄个疼心啊带来到伫教会，甲会友三甲分享。未来台南新学院除了延续过去建立的新学教育工作，更加会提供传福音的策略，互训练中心升级变作国文教育中心。有开始的时候就设定。一个要成立这个实践神学的研究中心，啊嘛，毋茫讲，这个神学院毋是干呐，伫遮啊伫做研究呾定，就是真正啊教会问题，同国遮拄到的困难啊，伫神学院有缘有即款的人才，有即款的老师，甚至邀请电教的牧师做伙讨论，或这个实践神学会当真正落实。牧者团队人定期等下咱义所继续学习。互相交流，台南新学院期待甲国教会继续连结，为福音工作同心来面对挑战。啊，过去咱台南新学院都足侪听主、听人，佮管理奉献的遐些，一直不断啊，伫遮奉献。所以我嘛是伫遮对心底献出感激、感谢，谢谢上帝纪念这个事。所以嘛，毋忘咱为着这个新学院啊，大道啊，为着这些人伊奉献。硬体、软体、输出，啊，唔忙阁鼓励较侪啊，即、這个兄弟姊妹有心诶，啊，肯微信诶，来投靠新人医，来读新人医，啊，来成做上帝好诶工人，互即个新人医诶心中用，啊，互教会嘛来得到勇壮，互福音诶人共团。经过上帝锻炼诶稳定，台南新学医秉持感恩以及。对福音工作坚定的信念，在困难的环境当中稳健经营，在新世代用新的思维和众教会机构联合，继续为弱势关怀，为台湾公益福音普世化来努力。